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了创意世界。今天在创意世界里，我们的回馈彩铭免费大赠送活动又开始了哦。参加的办法跟上次都一样，你只要订阅创意世界频道就可以了。分享这一个影片，分享的越多越好哦。然后在我的留言板上面留言你想参加，并且注明你要的奖品是哪一个，这样你就可以确定你拿到的奖品是你要的。那参加的资格呢很简单，你只要有台湾的邮政地址可以接受奖品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没有住在台湾啊，或者是你不是台湾人都没有关系，你只要有地址可以接受奖品就可以了哦。那麻烦大家不要把地址留在留言板上面，你得奖之后呢再私讯给我就可以了。那奖品呢，你在影片前面可以看到奖品内容。那我们会把得奖名单呢公布在酷乐宝的官网上面，那记得这个是酷乐宝的官网地址。那得奖人呢，在公布之后，在两天之内呢，要与创意世界联络。你可以透过 YouTube 频道私讯给我。那如果你担心我没有看到呢，你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上面，同时私讯给我，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我看到之后呢，我会给你回复，所以你就会知道我已经有拿到你的地址。那如果你这两天之内没有回复呢，表示你自动弃权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快呢？因为我们要很快的把这一次活动结束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办下一次的活动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活动的日期呢，即日起到10月19号结束。那我们会在10月20号呢，在官网上面公布，酷乐宝的官网，不是我的网页，是酷乐宝的官网。那今天呢，除了这个免费大赠送的活动之外呢，我还有其他两个活动想跟大家分享。台湾的彩虹编织器呢，有跟纳智捷汽车公司举办一个活动，彩虹橡皮筋编织营。那这个活动呢，除了免费在台湾全省各地会办免费的编织教学之外呢，他们同时也有办编织创作比赛，那奖金呢高达台币一万元，所以请大家踊跃参加哦。那还有除了台湾的彩虹编织器有办活动之外啦，美国的彩虹编织器也有办编织创作比赛。那美国彩虹编织器公司办的呢，奖金高达$500。美国的创作比赛呢很简单，你只要到他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上面啊 ，post 你的照片。你在 post 照片的时候呢，把这一串字也写上去，那这样子他们就知道你想要参加，那他就会把你列入参赛者。那这个活动呢，他会一直办到1月23号，2015年。这个比赛是全球性的，所以不管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参赛，没有限制在哪里。那详细的参赛内容呢，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都有，所以你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去查询。在此预祝大家中奖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。